好，那就比赛开始了。Password 和 Bojangle， 然后地图是Pokemon Stadium。优势萨姆斯的话，可能游戏来说稍微麻烦。萨姆斯有一个飞行道具，游戏是没有接近就很难很难成功自己的火力。但是游戏的接近手段还是挺多挺多，所以这方面虽然角色理论上萨姆斯 OK， 但是操作理论上还是萨姆斯玩家比较吃亏。漂亮的公园，刚才是他方向不对了啊。对对对，可以，我讲过现在非常非常耐心的啊。但是越来越使用那个防滚的话，他的防滚能力还是越来越低，所以这个有点注意。OK， 哦，OK。像什么是还没死，不愧是萨姆斯。但是不必不必横臂，呜，这个太深了，游戏也是没有跳的话，跳和上臂来差不多自由自在回到中间，所以这个是刚才的 password 的足球回球非常漂亮。博战狗 OK，差一点，还是他的是土币和铜钱的位置，这个动作来可以控制对手和自己的距离。OK， 这个上头其实不占我的习惯，其实上头直接可以击杀，所以最好是178的时候才可以使用，要不然他有衰落。对。漂亮的空位，但是游戏还是游戏，他的体重。好，现在想击杀空位也可以，空货也抓住也可以死，但是敌人也可以死。OK， 漂亮，上 A， 空上 A， 上 B， 漂亮。没有了，加盐。空上，空上，空前。哦。OK。对，这个空货都断，但是哦。还是空后，非常非常啊，没跳了吗？没事吗？哦，应该还有啊，应该不行，对，有点距离不够。好，百分比，土币，空后，漂亮，抓。空前，然后漂亮，这个选择是下 smash， 对，这下 smash 的话正好他的挂边上机前可以成功，这选择非常漂亮。但是这个游戏的连招，哎呦，这个手边太恐怖了，60%。哦，但是勇敢的不沾狗 ，OK。落地成功后，不必不必，完毕，这些攻击来威胁威胁。空后空后，好，现在对手其实离线，好啊，这个选择有点错了。好，现在，哇，这。哦，空前选择的空前啊，还没死，但是这次是巴索的手边，巴索的有点，这个不正，我有点不耐心了。
好，现在没有不必的状态，怎么办？都啊，都还没死。我战过怎么办 ？Pass one。Oh my god！ 哦 ，Oh my god！ 游戏，游戏，他，哇！吓死嘛，成功 ！OK OK， 漂亮漂亮，一比零不战过。好，那就开始了，角色是变化了 ，OK。他可能事实因为一场胜利了，所以可能是事实 King K. Rule 是可能好一点的事儿，因为这样的话假如输了也可以还有机会。对，红 A 漂亮，哦，这个下臂的选择非常漂亮，红红，哇，这个对，因为欧鱼太大了，游戏来说他在空中的话，好，谢谢，这样的感觉。对，刚才他不用选择是 Jabrock， 有可能是他选择是节奏。对， Jabrock 是可以选择，但是伤害其实对嘛欧鱼没有什么特别作用，直接可以节奏性的动作就 OK 了。对，因为但是博战过来说无所谓，一切攻破攻破攻破，漂亮，空上，漂亮漂亮，第二次，但是还好他有无敌时间，超级护驾，这个 Hans Smash 空前，好，这个有点，还是这个优西的上 Smash 特别优秀，这个连招，还好有板子。板子让 Password 的连招是错误了，空前，这个漂亮，假的空前，还是不战过，还是非常非常野心勃勃，直接让 Spike 的，直接这样子 OK 了吗？好，这个 ，Oh my god， 空前，空 A， 这个没事吗？还没死，刚才 ，No， Spike， 但是直接可以一比一。Nice bear vs. 小炫。好，现在是回到萨姆斯了，黑暗萨姆斯。刚刚鳄鱼丸差一点，但是还是稳定性是还是萨姆斯。然后还是游戏来说，可能萨姆斯的这个飞行道具非常非常麻烦。估计 Password 的经验上，可能经常在比赛中，遇到的都是剑角色。但是萨姆斯其实北京使用的玩家其实没那么多，大家可以用，但是没有特别主要用的人。对，所以看看他是飞行道具的理解是什么样的，差一点。OK， 漂亮。空前，
这个其实本来可以弄几下，但是可能巴萨的来说，他以为是直接挂边上，但就没办法。哇，上次嘛，这个非常漂亮的战果。但是直接 spike， 然后这个空中的移动速度最快的游戏，刚才特别漂亮。好，连招阿修阿修，想必是可以，但是游戏其实他的萨姆斯的相比没有特别有用，因为游戏的攻击虽然近距离，但是它可以稍微微妙的距离，所以就很难成功上臂空前。但是空前差一点哦，可惜没有出来。然后红山红山 Hand Smash， OK， 空前还是这个，这个普币稍微欲望太大了，可能他要想直接闪击一下，但是啊，哦，还没死吧？最后的尾巴 ，OK， 两个空后没成功，注意哦，刚才是，对他的空后可以 drag 到一点点，所以有时候会有意外的击杀。好，看看，哇，直接如果上币很多的话，直接伏币。空前。哦，加 block 现在伤害，呜，又漂亮。那没有办法，但是96还没有极限哦，现在可以极限百分比了，非常注意。但是不战过也有想法，好，好，哇，这个不死吗？哦，漂亮，2-1 ，password。